大家晚安，我是无界。今天呢，要来实况的是蜡笔小新，我和博士的暑假永不结束的七日之旅。之前呢，已经直播玩到一个段落了，但是后来呢，就刚好喉咙出了一点状况，就一直休息，没有办法直播。但是呢，我又很想把它给玩完哦，所以呢，接下来我就会用影片的方式来把剩下的内容给补完哦。那如果没看过之前的，也可以先去补一下前面的片段啦、啊。哦，上次已经玩到十天了，有点太久没玩了、哦，都快忘记上次玩到什么地方了。今日から朝の体操にブーちゃんが参加します。耶、不讲是假的阿呆。素晴らしい今日が来た。みんなで体操深呼吸ぐるりと回って1、2、3。你是看这个体操觉得好可爱，大家看了会不会想跟着起来做呢？いただきます。今天又是吃沙拉大餐。对了，昨天出现的 Stegosaurus 啊，又要帮恐龙取名字了。小新的话，我们要叫什么？这个，我跟妈妈 QQQ 啊，任性的恐龙 QQ， 然后就这个任性恐龙 QQ。またまた恐竜のニックネームが決まったよ。 QQ 奈奈好喝到妹扑茶，让我想到这个。嗯，啊，真的吗？拉拉口说呢，最近新闻呢都在播报一些恐龙不好的消息哦，好讨厌哦。真希望能公平的报道一些好的方面嘛。確かにこの頃、スイカ畑を荒らされた、鉄道の線路を食べられた。真的假的？这一段期间呢，他们去采了西瓜田哦，还把那个铁路的铁路呢吃掉了。还偷走了人家洗好的衣服啊。啊，天哪！连镇上女生的化妆呢都化得不好了。啊，现在新闻都在报道这些恐龙做的坏事哦，天哪，好可怕哦！居然连女生的化妆都化不好了啊！他说呢，再这样下去的话，恐龙就会被警察们给逮捕了，也有这样的说法哦，天哪，真可怕。さてと、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啊，吃饱了。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哎。しんのすけが食堂の外に出ると、お隣のカズマくんとキネちゃんがいました。贾风间跟贾妮妮。嗯，小新，你觉恐龙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呢？恐龙明明很乖啊。明明是好孩子，可是却被当成坏人哦，实在是不可原谅。然后呢，恐龙跟我们都很好，为了要让大家知道他们是无害的存在，所以我想到一个好方法哦。哦。かわいそうな恐竜を救うため、子供と恐竜が一緒に街を練り歩き、彼らが安全であることをアピールする。然后风间想要说呢，就是小朋友呢跟恐龙一起在镇上走，来表现出跟恐龙在一起是很安全的哦。仲良しパレードを企画したので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企划，小新你要一起帮我们吗？嗯，要越过这个度过这个危机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嗯，团屁股。好，风间懒得吐槽了。
那我们先在雾岛商店前面集合吧。小心呢，也赶快过来吧。哦嘿，哇，大家都到了。哇，好，这样大家就全部到齐了。那么我来发表今天的计划啊，把三只恐龙都集合到这里，然后跟我们一起和乐融融的前进吧。啊，是像游行那样子吗？但是呢，这真的有办法做到吗？最一开始两只都很乖哦，也都会听话，但昨天的昨天晚上来的那一个任性恐龙 QQ 呢，它是个问题。哇，才刚说他就来了。嗨 QQ， 哎呦，他背上有一个断掉了。那家伙他背上红红的，好像肿起来了，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情绪不是很好啊。哦，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才呢都会这么不听话哦。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如果要消肿的话，我们就是要先给它冰敷一下，这样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治好咯。这跟呢吃辣的咖喱要配水喝是一样的意思哦。水好，不然这样子吧，这样子呢，这样子假真男君跟小新呢就对着任性恐龙 QQ 来浇水哦，让它变得稳定之后，把它带到这边来。接下来呢，贾妮妮跟突击 Lady 23号，然后呢，贾阿呆请确保一下恐怖的巨大鸟是存在的。这两只呢都非常乖哦，就算你们一个人也都没有问题的。那假风间呢？我是负责对大家发号施令的，所以我会一直在这里待机。哎，这样好狡猾哦！难不成你是因为害怕恐龙吗？才不是这样子呢！好，不然呢，我跟小新他们一起嘛。那我们去把 QQ 恐龙给带过来吧，这样就可以了吧？耶、yeah, ，好，那我们就来去背上浇个水吧。它可以进浴缸吗？嗯哼，哦，我有个好点子哦，你们看那边，哪边？真真把那一座桥吗？右上角那一座桥吗？哦。那个是个水道桥，我们可以在桥的上面呢，用出水来哦，然后呢就可以让恐龙冲澡这样子。好，所以要先把恐龙引诱到那里，是不是？哎嘿，我现在也刚好想到一样的方法呢。真的吗？好，那我们就作战开始吧。那么假妮妮跟假阿呆都一直要说他们是假的，然后假妮妮跟假阿呆麻烦你们喽。那我们三个这一个小队呢来到水门那边集合吧，大家赶快过来哦。阿苏摩耶呆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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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ki amboy。哦，大家到了哎！新疆，小心！哦，他们拜托大人把那个水门给放下来了。这样子呢，那一座桥呢，应该就会流出水来了。好，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对啊，他背上为什么就只有那一块坏掉，刚好被打到，是不是？听好喽，小心你就在这边吸引那个 QQ 恐龙的注意哦，然后要把它引到桥下来哦。嗯哼，要跟我喝茶吗？假设男说不是这样子诱惑他啦，那么是这样子吗？哦，用露屁屁新人，哇，他引诱到了，所以是个喜欢看屁屁的恐龙吗？恐龙喜欢看屁股。哇，他要来追小新了。我要引诱到哪里啊？哦，我不用操作是不是？哎、欸，你们赶快上去啊，不然怎么帮他喷水？哦哦，哎，我不用操作哎。哇，还有彩虹。啊、哦，喷到了，喷到了！啊，是背部肿肿的吗？喂、欸，缺掉的脚都好起来了。这个水是怎样？渗水是不是？治好了。哇，哈哈哈哈！哇，我都不知道这个背部肿肿的浇个水，连缺失的那个物品都会再重新长出来，大成功！木曜の朝、子供たちは恐竜を救うため一致団結。耶！礼拜四的早上呢，小朋友们为了救恐龙团结一致。恐竜と子供が一緒に街を練り歩き、恐竜が安全であることをアピールする仲良しパレードが始まります。好，现在我们要来进行游行了，让大家知道恐龙是安全的哦。嗯，终于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了。本当にどうなるかと思ったよ。啊，太好了！我刚才还想说到底会怎么样呢。近くで見る恐竜、大きい。恐龙近看真的好大哦。では、恐竜パレード。哎，来游行吧。出発。出发！我先 go。耶！哇！嗯，哇，配上音乐真的是好和平啊！不过照理说都上新闻了，应该会有一堆观光客跑来这个乡下地方啊，就为了看恐龙嘛，而且是这么亲人的话。しかし、その一部始終を見ていた悪の博士は大激怒。但是呢，从头看到尾的博士呢，非常的生气哦。为什么大家都不害怕我的恐龙呢？野望を邪魔された悪の博士はさらなる敵対心を燃やし始めた。哈，这样子做呢，反而点燃了博士的那个敌对心了。嗯，想要打扰我的家伙们，没有惩罚他们的方法了吗？啊，总之呢，我先吃个饭团再来想吧。这博士感觉也不是很坏啊。好，大家解散吧。Fire！ Fire！ 耶！恐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又完成了一件大事呢。这样是不是？他们好快，两个就在左上角那边，在那边又在继续跳了。一解散，马上就回去了。
我们来提交一下新闻。スクープ画像、ロッカーの影のヨシコちゃん。これはどうやらキャップをかなりかなり驚かせてしまったみたいです。も物陰からヨシコ君に感謝されていたなんて。小心把梅子躲在那个柜子旁边偷看他的这件事情写成新闻，然后提交给 Cap。哇啊 ，Cap 现在很害怕，嗯，他躲在旁边监视着我。彼女にこんなに嫌われていたのか。哦，我被他那么讨厌吗？等下不是讨厌哦，你搞错了。今日はどんな記事ができた？見て見て。你看你看，これは歴史に残る大スクープだ。欸、すごいぞ、しんのすけくん。耶耶，好多三星了，赞赞。哇，又多了538个订阅，超赞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也好需要小心了、哦。欸，我想去浇水，浇水就往这边走嘛。欸，下面有个大蓝闪呢。啊，对吼，我现在不能过去。欸，这边不能走吗？这里，这边啊，不行呢。感觉起来好像有一条路可以过去的，是吧？可惜了。哦，来浇水咯。嘿嘿。嘿嘿，嘿嘿，萝卜，萝卜，再浇一次，它会变成大萝卜，对不对？嘿嘿，好，那我们明天就可以来收成了。啊，阿呆在这边钓鱼，跟他打个招呼好了。嗨，新疆。钓鱼开心啊，发现他背上缺一个角，耶、yeah, 然后跟大家一起游行，被监视的感觉啊，这个也好可爱，天哪，居然连这个都画了，博士非常的生气啊！耶、yeah, ，我刚钓到了尼厄龟，然后钓到了高跟鞋。阿布拉波特，这是什么鱼呢？耶、yeah, ，太好了，这边有东西可以拿，好多公公鸟。这边有一条的，这是蛇吗？它可以钓吗？嘿，耶，耶，哦，太好了，又新增一个图鉴。这个是蛇吗？来来来，我要钓。哦，乌纳吉鳗鱼，也对了，鳗鱼比较实际一点了。哇，一次抓到两只。天啊，火车经过。哎，火车停下来了。啊，我要不要吃东西啊？因为已经傍晚了，然后体力也没了，现在吃东西好像很浪费了。いらっしゃいませ。美牙在练习打招呼哦。比较远的客人就要比较大声一点。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啊，这个是离客人很近的时候。原来这种也是需要练习的吗？我再走出去，我就应该会马上晕倒，然后时间就到了。
看我这精美的体力。耶！又是洗手。嘿！啊，晕倒了。晕倒在自己家门前还可以。可以。いただきます。いただきます。晚餐吃拉面，好漂亮。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吃饱了。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啊，今天的恐龙游行真是太棒了呢。Peaceful，感觉非常的和平，真是太好了。Peaceful 是什么？就是非常的幸福的意思哦。哎呀呀！哎呀呀！啊！嘿嘿！嘿嘿！夜は外に出ちゃダメよ。出たいときはママも行くから声をかけてね。声声かけたぞ。ガハハハ。谁在笑？おや、外に誰か来ているようですよ。对啊，谁来了？那个博士吧。这种恶劣的笑声。しんのすけが外に出ると、そこには悪の博士が立っていた。どんな用事があるのかな？找我什么事啊？也不是有事啊，我只是突然很想知道你的事情啊。嘛，嘘くさい。什么嘛？听起来就像在说谎。喂，他在跟旁白讲话是不是？他说：“喂喂，我不是那么恶劣的人好吗？”知ってますよ。我知道啊。ちょっと風変わりな人なのは間違いないのでご用心。他就是在跟旁白讲话，他说呢，但是个非常奇怪的人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注意一下。この町での生活を聞かれた新之助は、よしこお姉さんの話と、ひろしの靴下が相変わらず臭いこと。小新呢就把他在这个城市啊，小新就把他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事情呢。然后包括连广志的袜子都很臭之类这样的琐事都跟博士讲了。春日部の友達にそっくりな子たちがここにいることを話した。还有在春日部的朋友们呢，跟这边的小朋友都长得超像啊。哦，让我非常有兴趣哦。博士说呢，啊，这边有跟你自己家那边长得很像小朋友，而且是不止一个人哦，都在这个城里。困ったもんですね。啊，真是让人困扰呢。其实呢，我已经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了。从古代来的恐龙们呢，全部都是我在小时候看到的绘本上面出来的东西哦。然后今天晚上呢，我是来侦查一下敌人的真面目。想不到我可以听到这么多有趣的话题。博士は新之助のことが知りたくて。所以他是把我当成敌人，是不是？不是因为太想知道小新的事情了。少しずつ少しずつ距離を詰め、仲良くなっていきました。一点一点的缩短了距离，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好了。新之助も嬉しそう。小新呢，看起来也很开心哦。このまま何か大きな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なければいいのだけど。保持这样，不要被卷入什么大事件的话，那就好了。最近白天呢，我会一直在那个红色板凳的公园哦，随时过来玩哦。再让我听听更多有趣的事情吧。嘎哈哈哈！嘎哈哈哈！哦，他看了恐龙救了掉进河里的少年那个新闻了，哇，那个超赞的哦！恐龙跟小新真是太棒了，
他说叔叔呢已经写了很久的新闻了，他说那种新闻呢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写得出来的。今日はどんな記事ができた？見て見て。你看你看。これは歴史に残る大スクープだ。哦。すごいぞ、しんのすけくん。哦，恐龙游行。耶、yeah ，哎，蔬菜，蔬菜这个也可以三颗星了、哦。哦，又多了479人，我今天就帮他增加了1000个订阅数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は、新之助記者、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ね。啊，羡慕啊！またまたびっくり。今日から朝の体操にあの。ステゴサウルスがいるようです。耶、QQ 恐龙一起做早操了，越来越挤了呢。素晴らしい今日が来た。キルルルルルル。みんなで体操進行中。ぐるりと回って1、2、3。大家有没有站起来跟着做呢？我是没有了。では、いただきます。哦，いただきます。这么说来，他好像都只吃早餐跟晚餐哦，中餐都不吃的。今天在秘密的场所有个秘密大会哦，是多秘密啊？那是什么？我完全不懂啊！啊，算了算了，这是只有给懂的人知道。才可以去的秘密场所，你不要忘了。好哦，应该是玩卡牌的那个地方吧。さてと、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耶，既然要玩卡牌，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去抽卡？我现在身上应该有很多钱可以抽卡吧？哦，也没有很多钱，2400多块而已。不管，我们先去买个几包巧克力。これでいい？凑个整数。こりゃ掘り出し物を買ったり。好，抽卡，十抽，十抽。啊啊啊！啊啊啊！有没有来个4星、5星的？哦，石头的攻击力加80，这好像有点强啊。哦，全体攻击力加30，好像也不错哎。嗯，哇、哦，血加200。啊啊啊！最后一抽。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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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哈哈哈哈！啊，这只是增加那个量表而已哦。这个很好吗？增加必杀技的量表，这是很好的意思吗？我也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哎。四星，哇哇，上面还有那个彩带哎。都布置好了，我到了，我到了。しんのすけ。哦，好哦。调查纸箱，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来吧。拉拉口是主持人吗？有钢达姆机器人呢。哦，这个钢达姆机器人是上面那个次郎。不是做给次郎的，是不是？因为肌肉呢很喜欢钢达姆机器人哦，我也超喜欢钢达姆机器人哦。哎，假阿呆也要开始参战了，请多指教啊！哦，而且我们现在可以用 QQ 恐龙了，太棒了！好，四个人。哎，明明有五个人啊，所以谁不玩？米妮不玩吗？
对啊，我第一站就是打你呀！哦哦，机器人感觉很酷哎，可是机器人攻击力好弱、啊。哎、欸，这个好强哦 ，QQ 龙好强哦 ，QQ 龙啊，没有，它攻击力也是弱的，但整体都比钢达姆机器人还要好啊。嗯，好，我们来用 QQ 龙好了。卡片嘛，这个真的比较好吗？这只是增加量表的哦。你也选择 QQ 龙，然后它是加血量，它的 QQ 龙血量有40，加了50哦，变400。我决定用这个攻击力来碾压它哦，全部攻击就加30。出発，お進行。如果输的话，我就重开机。来 ，QQ 龙之间的战斗啊 ！Battle start。我们一开始就出个强的。第一个呢，我们就来出石头，因为我觉得他第一个会出石头，所以我出剪刀会输，所以我第一个先出石头。耶、yeah! 欸！我们拿到一个好的开始。好，然后呢？刚才他出剪刀输了。输的话呢，就会想要出一个比这个更强的，也就是布，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出剪刀了。哎呀，这个太难了吧！啊啊啊！不是吧？还有这样的？哇，你这样背会痛哦。这个时候呢，我应该要继续出剪刀。嘿，看我的！哈哈，这攻击难怪他会背痛啊！两个人都100%了。这个时候我只要用这个。成功的话我就赢了，但你居然没有用，翻滚！这个背真的会很痛啊！耶！啊，这样量表加10好像没有很厉害啊！耶！赢了！お見事、しんのすけの勝利です。哇，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拿到优胜呢？哦，他还是正男。哦，我不能重新选卡，是不是？这么硬派。哇，他血量好多哦！这个嘛，我觉得这是相反，一开始我就要出剪刀。哦，还好，你迷盖那个实在很难选。OK。拿到优势了，剪刀继续。哎呀，居然！好，这男生赢不了我的。哇，糟糕，他已经可以用 SP 了。糟糕！
这个时候呢，我要出石头。哎呀，居然！哎，还好正南没有用 SP 哦。哦，我可以用 SP 了。这样正南用 SP 我也不怕了。来吧，哎，他们怎么都不用 SP 啊？正南已经放弃生存了。耶，这打好多血哦。Perfect no god. Yeah, perfect.QQ 龙好强啊！下一个呢？钢达姆机器人。Battle start！ 哇，他写444，看起来就好强。他们刚才一开始全部都出剪刀，哎，该不会每个人都一样吧？这样的话，我这次出石头，还真的。耶！なんでそうなる？哈哈哈！なんでそうなる？いざ勝負！再来一次。勝ち！他们出拳就是。规律是一样的，下一个可能就是出，应该也是出石头吧。哎呀，哇，被呼巴掌啊，阿呆满了，糟糕，我必须要在这边赢下来才行。石头布。那我这次呢，就出剪刀。哎呀，哎呀，居然使用 SP 了。哦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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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哎！哇！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赶快换我使用 SP。冲啊！能不能一击击倒他呢？哇哇哇哇！四滴血，哦，最后一击。啊！他要出布或者是石头，好、哦，他要出布或石头，所以我们只要出布就至少不会输。啊，可恶！哇，太紧张了吧？呜，还好。嘿。啊，好惊险！耶、yeah ！哇，好惊险哦！お見事、しんのすけの勝利です。所以接下来，接下来我要打那个封间了吗？哎呀，封建不参战是不是？最后居然是拉拉口。好、哦。Battle start。何にしますかね？我猜他们都是一开始出剪刀啊。Yeah。
欸、他写着那么多啊，700是怎么一回事？これはやだ。どれにしますかね？来，再来。哎呀，可恶，我被骗了。哎呀，痛痛痛，好多血，怎么打得赢？再出个剪刀。艾可，艾可ルーレット。啊！怎么会？哎呦，这个不好抓啊！他要用 SP 的啦，赶快挡一下！哎呀，没有挡到！那等一下他用 SP 我就输啦，糟糕了！完蛋啦、啊、完蛋啦、啊、哎呦，艾可ルーレット勝ち。拜托拜托，你不要用 SP 哦，给点活路啊。やるね。这时候只能靠剪刀了。哦，太好了 ，SP 满了，来吧！哎，他居然不用，哎，这样我赢了，让太大了吧，拉拉可，SP 满了不用，哇，拉拉可人真好，哎。哎、欸，我拿到冠军了！お見事、行。耶，赢了，赢了！这次大会的结果发表，优胜的是小星星。耶、yeah! ，拍手！没有人拍啊！哇，终于获胜了。为了庆祝呢，拉拉口这边要送你一个阿寿山。阿寿山要送我一座山，什么意思？嗯，要送我阿寿山？啊啊！我们要去搭缆车了。啊！哦，他说他没有钱带我们上去哦。可是呢，在黑发那边的农场附近呢，有一个可以爬上山的道路、啊、最近的那边不能通过哦，他要让我们通过那里，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去对面抓大蓝闪了。好，那我们自己上去看一下吧，开心开心哦。日落之前然后来这边再调查一次纸箱呢，就可以再玩一次了，哈哈哈。阿寿防衛隊 ，Fire！ Fire！ 太好了，我们自己来收获吧。哦，哇，自己收获要这样子、啊。耶！难怪会需要恐龙来帮忙收获，自己要一个一个拔，真是有点累哦。旁边的番茄是不是还没好？现在好像还是生番茄，不是熟番茄，对不对？那我们再帮它浇水一下吧。辣椒现在长出来是绿色的辣椒，不是红色的辣椒。好啊，这里这里啊，
哦，所以拉拉口只是帮我们铺了这个地方，是不是？耶、yeah, ，又有新的地方可以来了。蔬菜。往我这边走，应该可以到瀑布的那个地方吧？哇，注意山猪，真的假的？这里有山猪。哎、欸，这个抓不到，抓不到。哎、欸，这边树上有一只虫，我抓不到。他爬上去了，太难抓了吧？调查一下，哇，居然是警察写的，注意山猪。哎、欸，大蓝闪，大蓝闪，不要跑。耶、yeah, ，抓到了，漂亮。这边也可以钓鱼哎，高压电铁塔。我这边有好多果子可以捡，山桃子。おや、歯医者さんの看板がいつの間にかなくなりました。居然是这样子连着的，这个是那个牙医的诊所的看板。他说牙医诊所的看板不见了。一体どこへ行ったのかな？搬家了吗？所以牙医不见了，小心就赶走这条路了。好哦，这样地图又更大了，方便，马上连接起来。我们往上面走吧。哎、欸，这边也有东西可以采。哦，这一张图。哎、欸、哎、欸，我走错了。哦，要往这个方向。啊，这边是缆车。哦，抓到新的东西了。哦，哦，可以花150块从这边。哦，我们终于可以搭缆车了，哇！我们等一下搭下去好了。来看一下，先把附近再逛一下。喷火口哎、欸，哇，可以看到上面那个火山冒出来的烟，是不是？为什么我抓不到？哇，又有新的虫，这是什么跳蚤吗？好小一只。请注意火山瓦斯啊，就只能这样子看而已，该不会有一天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它爆炸吧？希望不要，好危险的感觉。好，那我们搭缆车看看吧，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画面了，好期待哦。耶，花150块买。哦，这缆车一直都是空的哦。哎、欸，这个村庄感觉很赞啊，可是怎么都没有观光客，好难赚钱哦。都有缆车的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会日记。今天有什么？哦，对哦，这个大会，耶、yeah, ，我拿到奖杯了。第一次参加恐龙大会哦，胜利要这样子吗？哦。哦，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吗？哦，大蓝闪是不是？耶、yeah, ，这个牙医的看板不见了。
哦，钓到五只。他们还在里面呢、啊。如果我现在进去，还可以参加一次吗？我参加好像没有什么钱可以拿。那来，我们赢了就绕跑吧。ほら、白に迎えに来てもらったけど、白はどうやってここまで来たの？又被小白拦截了。いただきます。ねえ。いただきます。先吃生鱼片。对呀、啊，今天的恐龙大会我是优胜的哦。正義は必ず勝つ。哈哈哈！正义必胜。えらいぞ、しんのすけ。很厉害哟、哦。哦，我们又完成一个任务了，秘密基地。哎，这些风景画都好漂亮啊，很想拿来当桌面用哎。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しんのすけはひろしとみさえに聞いてみた。小心问了一下广志跟美伢。悪の博士はいい人？それとも悪い人？恶博士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嗯，他虽然叫出了恐龙哦，可是又没有发生什么大的灾害啊。嗯，应该也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吧？说起来，他应该算是个有趣的人哦。不是吗？说的也是呢。嗯，对啊。哈哈，这是个有趣的人。那个缆车一台接一台，可是里面从来都没有人。哈哈哈！いい風呂、今日の疲れがいっぺんに吹き飛ぶぜ。他说没想不通梅子怎么会选这么小的新闻社来工作、啊、人家就爱你嘛。嗯，但是该怎么说，他是非常优秀的助手哦，帮了很大的忙呢。今日はどんな記事ができた？見て見て。なかなかの記事だ。素晴らしい。欸，我拿优胜也有三颗星耶。哇，两个三星的。啊，嗯，新闻比较少一点哦，只多了204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は、新之助記者、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哦，好，我们来帮悠悠口外送吧。还有拉面。明明很近，为什么还要外送呢？啊？他想要制造两人独处的机会吗？やりますね。啊，很会嘛。啊、不是不是不是，什么嘛？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哎呦，害我不小心就叫出来了。刚才的声音应该只有小新听到吧？哎、啊，你不去外送吗？嗨，哎。哦，好，他要去外送了。啊，也很近，你也不用每次都骑机车啊，人就在那里耶。真的是哦，到底是多懒啊！啊，我们来采个草。之前晚上就不能往牙医那边走了，那现在可以吗？哎、欸，这边不是本来有草吗？现在没有了，啊，不能过，有一个无形的墙壁挡住我，过不去。啊，好了，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就感谢大家来看。那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过完剩下的日子吧。我不知道这个到底要过多少次的七天呢？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第十二还是13了，是不是？来看一下，现在是第十二了，所以在两天就会过完，第二次的一个礼拜哦。那我们下次呢，就来看一下
第二轮结束会发生什么事情吧。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感谢大家来看，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